继续是来自警政方面的消息，有一名带姓男子为桃园驾驶 BMW 轿车南下找朋友，在国道一号北江溪桥顶自弄护栏，路过的车辆在风雨当中，还看到伊徛伫路景护栏边，但是等到警方赶到现场的时阵，伊煞无看到踪影，环境怀疑伊可能落入溪中，连日来伫溪中来搜索，但是也是找无人。有驾驶人行经国道一号嘉义北江溪桥的时，雄雄发现一台逆向的 BMW 开着大灯停放伫内侧车道，带着男子踏着风雨，徛伫路景护栏边，连忙报警。警方大约十分钟了后赶到，但是带着男子已经不见踪影。因为当时杜鹃风台带来风雨相当大，警方烦恼伊被吹落桥卡，连日来伫北江溪边来搜索。之后沿着巴掌溪沿岸搜寻，一线共出动陆潮、义族布袋分队，那台南市也出动沿岸的盐水跟后壁分队搜寻。那我们搜寻就有出动船艇，还有人员在沿岸搜寻。警方调查 ，BMW 登记伫黄姓车主的名下，黄姓男子表示将车借予蔡姓朋友使用，蔡姓男子的家属目前嘛找袂到人。至于蔡姓男子是毋是落入北江溪，或者是因为饮酒开车等因素自行离开，由原等待进一步厘清。新闻新闻就来是嘉义县采访报道。